沿住利河发展的 Portland Riverside 有丰富天然资源，亦有全新绿化空间，打造健康灵物生活。楼盘近设有全套的会所设备，有24小时礼宾服务、水力按摩池等等。 Portland Riverside 是集合同大自然融合以及优质会所设备的理想居所。如果想了解更多详情，请留意我们的展销会。Portland Riverside 项目的另一特色是沿住天然河道 Riverly 打造占地 2.5 英亩的 Leven Banks 公园，配以500米长的新河畔步道，数以万计的植物设在园林绿地和步道上面，当中超过一半是开放空间，住客当区居民在忙碌的工作过后可以享受灵物悠闲的片刻。绿化区将会覆盖整个 Portland Riverside， 种植面积超过6000几平方英尺以及5000几平方英尺的草坪。Portland Riverside 的植物和材料都经过挑选，可以补充社区的生态和生物多样性，期望到时生物多样性会增加60%以上，为蜜蜂、雀鸟和蝴蝶提供更多的家园，亦都给住户体验和大自然融合的健康生活。另外 ，Shelter 广场位于 Portland Riverside 中心地段，面积达到10000平方英尺，为公众表演、户外用餐和遥距工作提供新公共空间。发展商悉心打造社区，完善配套，将会吸引更多对生活有追求的高收入人士入住。除了室外园林绿化公共空间，这个发展项目亦是改造项目当中少数提供全套会所设施的楼盘。The Riverside Club 提供24小时礼宾服务，有16000平方英尺的业主设施，底层设有会客室、棋牌室、放映室、游戏房，一楼设有业主休闲区、水疗中心，附设20米长的泳池、水力按摩池、私人理疗室和燃料室、蒸汽浴室，还设有超过1000平方尺的共享办公空间，方便需要遥距工作的住户。这个项目绝对是追求优质生活的客户理想的居所。如果大家对 Portland Riverside 有兴趣或者想了解更多，诚意邀请大家收看11月16号香港时间晚上7点伦敦现场网上直播，以及11月18至20号的英国网上1对1展销活动。